哎，红教堂有电击，运气不错。我怎么开局就有一个特异桥，这么给力？给他打个钻吧。
里面有电机，我得换人了。前锋在修，拿去走啊。
而这局亏死。修我不拉锯啊，捡东西。得走教堂中间。如果这边是个医生的话，我就可以套路。前锋呢？告辞了。谁在躲着呀？
菜了。剩一台，点不亮。走走走走走。看见了。走小木屋吧，小木屋把板子给踩了，要等会儿麻烦。我不知道小木屋是谁啊，哎，这边肯定是一个前锋。一般往脸上跑的绝对不是什么。哦，这两把加速人都不见了，好恐怖。知道他跳下去，然后跳窗，看能不能赶到。赶不动，哎，完了，闪过头了。
上来救！他只要敢救，两个人都得上面了。我给他等级掉了。 走吧，我给他救了。哎，就逼你救，我不熟。他再敢救，他就输了呀。 哎呀，哦，分真少啊！我的天，11分。